其实啊，财划法要怎么修都可以讨论嘛。但是怎么看起来好像是民进党就是只想要制造冲突，说穿了要阻挡这个逐条表决呢？难道是因为这个举手比不过人，所以决定要来比拳头了吗？那万一全武行还挡不下来该怎么办啊？难道是应该要送到宪法法庭来释宪吗？立文怎么看？其实吴秉睿是人尽皆知情绪管理有非常严重的问题，他大概就是立法院这么多年以来最容易暴冲暴怒的一个立法委员，一点都不稀奇。所以只要是在不管是在议场啊，或者是委员会啊，他随时都会忽然间就是你知道断线，然后就忽然间抓狂暴怒。像这样子的人，我都觉得他像一个不定时炸弹呢。其实，在情绪上跟心理上面都是有很大的状况。那昨天在委员会财务委员会的情形，基本上就是民进党其实呢从头到尾就想要杯葛这次的财划法的改革。那这一次国民党呢主推财划法，主要是财划法多年要改非常的难改，因为饼就是这么大，哪一个县市或中央多了，别人就会少了。所以这一次国民党就是一个不是分县市，也不是分直辖市，或者是说就是说六都跟其他的县市，而是分中央跟地方。那长年以来地方都是哭穷叫穷的，所以就是把整体地方的饼做大，让地方有更多的财源。毕竟地方是最直接了解地方需求的。那长年以来大家也都知道，很多的县市真的常年就是哭穷。那台湾的经济状况不错，如果像民进党所吹嘘的，我们又很有钱，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改革绝对是有非常多值得讨论的空间的。更何况什么时候谁就是风水轮流转嘛，中央是谁执政，地方是谁执政，二十几个县市哪个县市是哪一个党执政，其实都不一定的。民进党又何必这么的鸡肠鸟肚，这么的短视？因为现在在地方县市的执政，民进党比较书面，所以就这样子完全不理智的、不理性的杯葛到底。民进党根本不提版本嘛，所以你看民进党的打算很简单，就像上个会期大家所看到的是一样的场、一样的戏嘛，那就是在整个委员会审查的过程当中，能杯葛就杯葛，能耍赖就能耍赖，反正呢就是。这个就是使尽浑身解数来杯葛这个相关的法案，但是因为现在国会的多数不是民进党，所以这个法案迟早会送到院会，你再怎么挡，最后表决国民党是多数还是会通过的。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民进党就来跟你胡搅蛮缠啊，他绝对不会针对这个议题跟你讨论，然后呢，在一片的这个混乱、烟雾、暴力跟蛮缠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开始指鹿为马啊，给你扣帽子啊，抹黑、泼脏水啊，然后最后呢，通过了以后呢，哎，反正再送给大法官会议解释就好了。就是民进党就是这个烂戏嘛，再重新上演嘛。所以你看到昨天这整个的委员会一开始就是程序杯葛。无穷无尽的程序发言，你程序发言没有关系啊，那你还是要进入真正正式的询答嘛。所以你看陈玉珍院是主席，他是招委，他看到民进党就是耍赖无穷无尽的杯葛，根本不进入对官员的询答这样子的一个议程，所以他就喊休息啦。这在立法院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嘛，那休息休息到大家冷静为止啊。但是呢，就我刚刚讲的，立法院有一个人永远不会冷静，叫吴秉睿，这冷静两个字跟他是绝对没有关系的，所以吴秉睿就暴冲嘛，他其实就是暴冲嘛，在立法院哭等那是日常好吗？吴秉睿是第一天到立法院吗？他的脾气这么大，所有的人都要顺着他，他讲的就是王法，人家主席讲的他都不听，哪里有像这样子无理取闹的呢？然后动不动就是恶言暴力相向，这就是吴秉睿啊。所以当场主席没有按照他的意思，他就翻桌，他就拔麦克风，他就打人，他就摔东西，这就是吴秉睿嘛，这不叫无理取闹。什么叫做无理取闹呢？那你今天中央跟地方，你看到民进党已经把这个礼拜定位为什么？定位为民主政变周，意思就是说国会透过正常民主程序数人头的多数通过的想要通过的法案跟决议，因为跟民进党的意识不合，所以就叫政变啊。民进党会扣帽子吧，对不对？就是够耍赖了吧。然后还说什么财划法会
会掏空台湾，这胡说八道。什么叫做掏空台湾？掏空台湾的祖师爷专家是民进党，陈水扁时期、蔡英文时期到今天的赖清德，不是一脉相传吗？从来没有手软过。什么叫掏空台湾？就是把我们国库、把我们的国土掏空、贱卖给私人口袋，这叫掏空台湾。把中央的钱搬给地方政府，怎么叫做掏空台湾呢？不是一样在政府在用吗？不是一样花在老百姓身上吗？你想想看，民进党把这么多钱搬给美国买武器，武器也没有来，那把这些钱给地方政府好好做一些真正实际民生需要的东西不好吗？这可以讨论嘛，对不对？如果你觉得国民党主张的六四分不好，可以讨论啊，讲出一套理论出来嘛，讲理嘛，不要每一次就是恼羞成怒，然后胡搅蛮缠，甚至于暴力相向，这就是民进党选输了就兵得啊，不就是这样吗？情绪绑架，暴力绑架，尤其是这个吴秉睿非常非常的不可取，他应该为他的失控、为他的暴力向立法院、向当场的立委，还有向全国民众道歉才对。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干燥与暗沉，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它添加五种 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强化皮肤修复，增加肌肤弹性水嫩，轻松抚平皱纹，换回青春自信。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护肤露、全效精华、精华霜，即刻启动冻龄密码。